吃好工作餐，工作干劲儿足，也传递了一种这个家的味道吧。大肘子也能做干饭，黄瓜紫苏是绝配。老板秘制工作餐，心意满满。看看我们家老板平时是怎么对我们的，看看你们是让我们吃什么。泡面吃出新高度，营养健康两不误。大厨教您早起10分钟，轻松做。还原了这个广告图片。工作餐吃出家味，回家吃饭学起来。哇，这工作餐也太横了！来，小伙，你的工作餐做好了。别给我留点，给我留点。好啊，我先找这吃去了。哎，快去吃吧。怎么样，这个工作餐要吃到嘴里，太过瘾了。我看见营养搭配还特别好，我太羡慕那个小伙子了。我就想跟他说一句，能不能加入你啊？我想跟你一块儿尝一尝这工作餐。对，哎，如果中午有这么一顿工作餐，那工作起来一定精神饱满啊。这个在我们工厂很正常的。那您在公司到底是什么职位？这样您做个自我介绍，跟大伙儿先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广州的湖南人，爱给员工做菜的老板，我叫文建武。大家好，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。文大哥呢介绍了自己是来自广东，但是是湖南人。刚才我看您给员工做的准备的这工作餐啊，确实很横啊。因为我们工厂有很多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，口味吃的比较重，所以我特别喜欢给员工做我家乡的湘菜。对，要不我们今天去做个辣椒炒肉吧。提供工作餐就是菜比较单一，我的工作餐从来都是自己做自己带，但是做了两顿之后就不知道下一回该做什么了。文大哥，今天咱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餐？我带了我们湖南的那个梅菜啊，梅菜肘子盖饭，然后我再做到紫苏黄瓜热菜。肘子盖饭那得多过瘾呢，我还从来没在工作餐里吃过这道菜，今天咱们跟文大哥好好学习一下。所以我把这个烧下，第一个呢就是去毛，另外呢还有起到一定的这个去腥啊，包括这个皮它的收缩，对吧？让这个蒸出来以后口感更好。这说明文大哥真的还是挺细心的。你别看是一个工作餐啊，但是还是要用大餐的方式来对待它。再清洗一下。那刚才讲了，我们烧一下的目的呢是让它皮更紧致，也是去毛。电视机前的老板们要好好学学。也有很多老板去我们那学。哦，真的？不是，都一般都是员工叫老板来的。哦，哎，那你来，看看我们家老板平时怎么对我们的，看看你们是让我们吃什么。咱就直接调一个卤汁。这个卤汁的话，其实是我自己尝试了很多次，我看我做出来员工都觉得挺香，我就一直就这么做了。对，老说众口难调，但是100多人都喜欢这个味道，说明这个卤汁的味道一定是好的。家里花椒、白芝，然后香叶、丁香可以多一点没问题。放这么多的？对，丁香能够充分的起到增香去腥的作用。加点辣椒，湖南人少不了辣椒。加点那个八角，点桂皮，桂皮，加点姜片，加点盐，这个生抽，这老抽。然后我们让它先煮一会儿，我们炒个糖色。我需要一点点水。你看真讲究哈，还用的这个老冰糖。对，这个老冰糖的话，它炒糖色比较好。它用老冰糖，而且它上色的话会比较有一种那种里红里透亮的那种感觉，是啊。这颜色就好了。来，上色。
琥珀色。对对，大概是炖个半个小时吧，其实也就六七成熟就够了，让它能够上色入味。这一口锅里的肘子拿到后厨炖去，后厨火力旺啊。嗯，来炖的同时我来调一个这个梅菜，我把这个梅菜铺在肘子下面，然后肘子在蒸的过程当中，它那个油脂落到梅菜上面，这个梅菜可能比肘子还好吃。炖的时候你闻一下香不香，这是我从我家乡带过来的，真的不错。这个梅菜它的工序很复杂，是要三蒸三晒啊，它先把它晒干再蒸，蒸完以后再晒，然后再蒸，三蒸三晒，很香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先炒一下这个梅菜，这个是这个豆豉，也是我从湖南带过来的，加点这个干辣椒粉，加一点猪油。加猪油可是文大哥做工作餐的法宝，不仅可以增香提味，还能提供充分的能量，让吃工作餐的人干劲十足。来放一些盐，加一点胡椒粉，加一点点白糖，鸡精，蚝油，好，生抽，可以了。拿一个盘子，把这个梅菜铺下面。文大哥，那这个梅菜一会儿还要跟肘子一起蒸？对对对，在我们老家那边的话呢，就早上蒸上，晚上吃，蒸一天，蒸这么久它才能够更加的入味软烂，你吃起来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而且又不油腻了。咱为什么不一次给它煮透，那么多好啊？我煮完以后炸完再去蒸的话就会起虎皮，你觉得它这个皮啊口感更好。我们这样，刚那个肘子应该煮的差不多了，拿过来我先把肘子过油，好，炸一下。来，我们肘子好了吗？好了。来来来，辛苦了。我们大概呢煮了有半个多小时，对对对，然后看看肘子的状态。哇，这种色泽红亮的感觉真的好有食欲。对，那么接下来就准备炸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个油温就可以了，油温不需要太高，大概是六成油温吧。哇，站远一点，这容易发生工伤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嗯，每回吧，我都是特别害怕这一步，但是这一步真的是很关键，是，就是能给食物那个表皮带来非常皱皱的那种感觉。对。炸到金黄，然后有一定的虎皮状，然后它在蒸的过程当中就会，虎皮就更明显。要把它直接放到这个梅菜上。对对。哦，把最后的这点梅菜然后再铺在上面。梅菜中有肉香，是肉香呢又渗进到梅菜里。对对。所以这个真的是把这个保鲜膜把它封闭起来，哦，就不会把那个梅菜的香味给跑了。啊，让它密封起来。对，密封密封。也防止那个蒸汽放进去，对吧？对对，我们蒸锅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直接把肘子放在上面蒸就行了。对，如果在我们老家的话，一般早上蒸，晚上吃，蒸四个小时左右也还可以。要蒸四个小时，但我们也等不了啊，文大哥。来的时候提早做了一个放在这儿，有蒸好的，对对对，太好了，把蒸好的肘子请过来。给大家看看蒸好的样子。哇哦，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哦，这就是那个梅菜扣肉的味道。对对，饭你帮我装一下，我准备了一个大盘子嘞，啊，帮我盛点饭吧。给大家看看，这是我回家吃饭最大的盘子。为什么要拿这么大的盘子？工作餐吗？我是盛了满满一大盆米饭呢。像大肘子这样适合二次加热，提前一次性做几份冷冻，随吃随拿，越蒸越香，不仅做着方便，吃着更过瘾。朋友们经常吃盖饭吧，什么尖椒肉丝盖饭、鱼香肉丝盖饭、宫保鸡丁盖饭、尖椒鸡蛋盖饭，哪有这肘子盖饭来的爽啊？而且是整个肘子盖饭，这我是第一回见呐。那一会儿我得好好的吃一顿哈，文大哥，是不是还得搭配一个菜？我就搭配一个素菜，来一个紫苏煎黄瓜，热菜不是凉菜。为什么要做这么一道菜？肘子嘛，它相对算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油腻，我们做一道这个紫苏煎黄瓜就解腻。哎，可是我疑问啊，你说解腻不是那种凉拌的更解腻吗？但是
是您这个热黄瓜它能解腻吗？黄瓜在我们东北来说基本就是蘸酱吃，蘸酱对吧、嗯、紫苏基本就是包肉吃，怎么说都是生着吃，是熟着还真没怎么吃过。对，这个夏季嘛，就吃这个紫苏和黄瓜还是有好处的。对，紫苏呢能那个解暑，对啊，然后黄瓜呢能去腻，尤其是夏天天太热的话呀，你没有精神，这样老板做一道工作餐的话就能让这个醒神开胃，对，哎，这么一种状态咱们就更有精神去工作了。是，对对对，这个紫苏要稍微切碎一点，切碎一点让它等会可以粘到这个黄瓜上面、哦、可以一起吃、嗯、好。哎，此时此刻我有一个感觉啊、嗯、你看这么横的一个大肘子，对，又加上紫苏啊黄瓜呀、啊、那这顿餐的成本是不是就上去了？你们说的这个成本跟可能跟我算的成本不一样，员工他在我这吃得好干活是不是更有精神更有力量，他就不会跳槽了吗？啊、哦、如果说他一跳槽我不又得去招人吗？其实培养新员工的成本是最高的，跟这个没法比。有道理，拴住一个员工的心首先要拴住他的胃对吧？嗯，而且吧，做这一个肘子这顿饭花不了多少钱，现在肘子应该10块钱左右一斤吧、嗯、你看这一个肘子不也就2-3斤，但是呢就是花点时间花点的精力去做，但是也传递了一种这个家的味道嘛。员工吃到这顿菜以后就好像没有离开家。其实呢，食材它不是很贵，但是珍贵的是老板的这份心意。猪油哦，也要用猪油。对，素菜用猪油，荤菜可以用那些植物油。好，把这油烧化，直接下入黄瓜。对对，就是熟的，我怕会有一种什么，就它不够清爽。结合了这个紫苏的以后，你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就确实以前没那么吃过。其实煎到大概是个5分熟吧，就是让它几乎脱水，然后表皮上的微微的起一层焦壳。对对对对对，辣椒。加了一点盐哈，哎，加一点点这个鸡精，这个要有酱香味，这个菜，这个加入紫苏，啊，跟您蘸酱是一个道理，对，还是有点区别的吧。好的工作餐可以像文大哥一样，结合时令食材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，可以啦，是吧？嗯，出锅喽。吃肉的感觉，虽然它这个皮是肥的，但是吃到嘴里它一点不腻。对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炸的过程，包括那个卤的那个过程，都已经完全去腻了。对，而且那个皮非常紧实，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。对，因为员工他就喜欢吃肉，大肉，因为南北人干活干体力活嘛，所以你必须要有荤菜，哎，大肉。吃也好吃，哎，也是甜甜的感觉。对，我没有放糖啊，而且这黄瓜本身的汁水还保护在里面。对，一咬起来它是还是脆的，这么一顿搭配起来啊，真的，这哪是人工餐？嗯，这不就是好吃的大餐吗？并且我觉得吃这黄瓜能吃出那种家的味道。对，是吧？对，我跟大家说一定要用这种南方的这种小黄瓜来炒。嗯，如果说我们那个北方的那种很皮厚的黄瓜可能炒不出这种香味。对，那种可以，也可以的，也可以、嗯、真的。对，我回去我要试一试。将肘子表皮烧净清洗，然后加入秘制的卤料卤制，梅菜炒香，卤好的肘子炸出虎皮，然后和梅菜一起上锅蒸制4个小时，然后盖在米饭上，肘子盖饭就做好了。划重点，炒糖色的时候一定要选用老的黄冰糖，卤出的肘子才会色泽更加的红亮。紫苏黄瓜改刀，黄瓜煎至5成熟，然后下入小米辣蒜等调味，加入紫苏翻炒均匀，紫苏煎黄瓜就做好了。重点是用猪油炒制，味道会更香。对了，文大哥都做完了、嗯、接下来您到底给我们做什么呀？我也来一个特别横的，我们特别期待这个。
一个大厨，你拿碗泡面什么意思吗？专业的大厨能把泡面变得特别有营养。你就是偷懒儿，你今天真的是要做泡面啊？也不是，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食堂的。嗯，然后那这个上班的避免不了要吃泡面，怎么样把泡面做得又有营养又能好吃？很复杂吗？早起十分钟就能做出来。那对我们上班族还是挺友好的。没错，那我还是愿意学一学的。您看啊，就是我们在很多广告当中啊、一些泡面做得很诱人，但实质上吃的就是面。看广告的时候啊，永远是那个面怎么吃起来以后那么筋道，是吧？对，那个面那么弹，而且感觉那个面里头那么丰富，但其实泡出来是什么都没有的。今天我呢就把这些材料全部放在一个泡面里边，既好吃又有营养。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，就是让泡面还原它图片上的样子。那它第一步该怎么办？你看啊，你现在就想象你起床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头天晚上呢就把这个虾放在冷藏上面，等于是解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把这个虾呢要剥开去取虾肉，这个时候一两分钟就给它剥完了。这个呢时候呢，我们就热锅加上一点油。您看啊，我们今天做的那个是鲜虾鱼板面，今天做这个一定是满满的虾在里边。您平时冲泡面用什么？开水。我们就不行，我们必须是熬出来一个汤，就是把虾壳剥出来了之后呢，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虾头给它炒一炒。哦，而这个汤呢，就是我教大家的，变得很简单了，对，而且又有营养。这个虾油炒出来呢，我们就加上开水。哦，你看啊，现在这样盖上盖，你不用管它，就开大火，刷牙去。早上时间紧嘛，利用这个缝隙，这个我们想到了啊，哎，这办法不错。早起十分钟做一锅好汤，大厨再教你两手。热锅凉油加点盐，鲫鱼煎至两面黄，大泡变小泡，再给鱼翻面，就把虾放进去，就把这个葱放进去，把鱼煎黄放葱姜，倒了开水。还是热锅凉油，把鸡蛋放进去，煎至一面黄的时候放上姜丝，倒入开水，等上十分钟，汤色奶白，味道鲜美的一锅汤就出锅了。搭配喜欢的配菜，带到公司就是一个营养丰富的工作餐了。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。邓大厨为什么能快速熬出奶白汤呢？其实原理是这样的，煎制的鸡蛋和鲫鱼中含有蛋白质和脂肪，在加水煮制的过程中，食材中的蛋白质和煎制时加的油脂会跑到水中去，水在沸腾过程中不停地翻滚，从而将油滴分散成细小的乳液，而食材中吸出的蛋白质会将这些乳液团团包裹住，持续沸腾的状态让小油滴不再聚合。当这些小油滴把光线散射开来时，我们看到的汤汁就呈现出像牛奶一样的白色了。邓大厨，这些食材看着是挺丰富的，但有一个问题啊，食材丰富大概都什么类型的呢？我呢有几个原则。第一呢是在外面吃的时候，这个不要太麻烦的，比如说要做吐翅啊，要吐骨头啊，要不要剥虾壳啊，鸡翅就不方便。第二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涮火锅下去一分钟就能吃的食材。第三个呢是搭配起来一定要荤素搭配，这样呢我们在工作岗位吃的工作餐啊，它也能营养好吃，并且啊吃出家里的味道。但有一个问题啊，有的食材适合煮，有的食材适合炒。是，那您怎么办？我有一个神器。神器？对，我准备了这个焖烧杯。你神器什么你？一个焖烧杯就能解决问题了。这里边呢，我们就把食材放到里边，然后把汤倒到里边，您就直接上班了。菜能熟吗？能熟。比如说我们涮火锅，下去一分钟能熟的食材，都可以往里放。所以这个焖烧杯的作用就是在里面保持温度。没错。那咱们都放点什么呢？虾肉一定要有的，这个里边呢一定要有
蛋白质和维生素，像这个牛肉丸，对，一天的能量都在这里边。金针菇也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一种食材，木耳，木耳加上去了。嗯，青菜要放吗？蔬菜也要放，但我们有一个关键的步骤，因为我们这个焖烧锅呢，有时候密度不是特别大，然后它的水量不够，我们把汤加进去的时候它容易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需要用开水给它烫一遍。我们先加一点开水，你看啊，就把它的温度呢大概上升一下就行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水闭掉。其实邓大厨这个步骤啊是很关键的，它是给食材一个预加热的一个过程，那只有这样让食材保持一个温度的上升状态，它才能持续的加热。我们现在下，放在包里就拿去上班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它现在也没有跟泡面结合呀，就这个时候你就拿到办公室，然后它还是滚烫的，然后你就倒到那个面里边去。它这个能坚持很久吗？这个能坚持大概12到18个小时。那刚才我们焖烧杯啊已经把这个食材都准备好了，它有一个原理就是需要稍微焖一会儿，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泡泡面，调料包里啊这个脱水蔬菜它还是好的，对，我们要留下。对，油包呢可以不放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表演一个情景剧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在文大哥的公司里正在上班，我们在工位上正在辛勤的工作，工作了一天，真的好累好累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饥肠辘辘，文大哥今天又忘了做饭，出差了。哎，我们又没有肘子盖饭，那怎么办？只能吃泡面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从家里拿出一个焖烧杯，这个焖烧杯里面是我准备好的热水，还有热蔬菜，要泡到我的泡面里。当时屋子里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来，开始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不是热水，是汤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哇，给它倒进去，把料都放进来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豪华版泡面。这么多虾仁的泡面您吃过吗？一定要插上。哎，这才是泡面人的状态标准。是，那我们稍等一会儿，马上尝一尝大厨做的泡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给大家打开我的泡面，请上眼。这可不是一般的泡面，这是超级超级大厨版豪华泡面。哇，好入味儿啊！真的是没用什么特殊的方式，就用了虾头带给我们那种鲜的味道。对，真的是那种鲜甜的味道。这个汤太棒了，而且这个焖烧杯里完全没有流失那种香味儿。哇，这个面也好好吃。它这个还原了这个广告图片，真的是。我这样子的工作餐，能比另外一种我做那种更有营养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，这个泡面可能是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一种美食，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可以用的一种方式。但是想让它吃得更有营养，吃得更好吃，就要像大厨一样给它增加很多丰富的味道。对，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它也能成为一个我们提升营养的好帮手。是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美味。将虾头炒至变色后加入开水，将喜欢且容易成熟的食材放入焖烧杯，倒入熬好的虾汤，放上蔬菜，泡面的汤就准备好了。搭配喜欢的泡面就能做出营养均衡的美味泡面。划重点，食材加入焖烧杯后要先倒入开水预热，保证焖烧杯内的温度不会降低。梅菜其实真是，因为大伙都知道梅菜扣肉这道菜嘛，是，就是梅菜和肘子它有一种天然的这种结合感。没错，是吧？就是像这就这种感觉。哎，就在一起我们是好兄弟哈，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传达着香味儿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吃泡面喽。想拿一个勺子，我想吃只有得拿那个小豪华泡面才有的虾。